7月4日凌晨，林志玲在微博晒出美照并配文：晚安 from 布拉格。照片中，志玲姐穿着黑色修身礼服，大展高挑身材，秀发不到一侧，优雅得体的她依旧是风情万种，美得让人着迷。不过每次网友看到林志玲冒泡，都会各种留言，为志玲姐的感情那是操碎了心。有网友够坦言，希望她和言承旭复合，毕竟女神宋慧乔今天都传出了婚讯，钻石剩女也不多了。